混蛋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取？我想说是不是因为你们很坏？看你唱歌，我想说不会啊。你进来刚休息室，你好，我是基地。对，大家。想说哇，这个人是混蛋吗？对啊。有那么有礼貌的混蛋。四段感情。对。多混蛋，每一个不同的。没有更多了。所以如果有一天做到专辑有十首的话，就有。姜母鸭是由什么组成的？姜母跟鸭。哎，对对对，姜跟母鸭。你确定吗？哎呦，哦。有吃了吗，丰田？大哥要吃。思成。会吃哦，你要吐了啊！你要快哭出来！为什么？为什么在哭？为什么？如果以后吃不到怎么办？你是我的梦想。没有没有，心脏连上。居然挂牵丝。